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台 BBS 搭配的一个幻影精华套盒的使用方法。幻影套盒的里面的产品呢，就是有一个逆时光精华液，还有逆时光蛋白球。它们两个要怎样子来使用呢？就是可以把这个蛋白球的盖子先打开，打开之后的话，取1.1毫升的一个精华液滴在咱们的一个蛋白球里面。1毫升的精华液的量的话，大概是1.5管子，然后先滴到蛋白球里面，滴进去的话，蛋白球很快就会溶解掉了。我们再吸取半管子，看现在就已经是完全把蛋白球给溶解了开了。那咱们就可以用这个挤压头挤压一个点亮，涂在眼下周，就可以涂在眼下周这块来操作。然后仪器的探头的放法的话，就要这样子平放着，不建议是这样子放，一定要平放。刚开始使用的话，能量键先从最低开始，然后操作的时候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是然后刚开始操作的话，咱们可以先从内眼角提拉到外眼角，然后再从外眼角提拉到太阳穴，再从太阳穴提拉到发际线，然后在使用过程中介质是会被吸收的，吸收完之后的话就要立马的补充咱们的一个精华。操作的时候的话，上眼皮这个位置太接近眼珠了，使用起来的一个舒适度不是非常的舒服，因为咱们可以稍微的提一下而已，不要说一直的操作眼珠的一个位置。然后操作一只眼睛的一个时间的话，大概是5到10分钟左右，最长不建议超过10分钟哦。好，那咱们的一个眼部的释放就已经释放完了啦，要把仪器关掉就可以。